有请本次冠军米粒上台领奖，让我们再次为冠军鼓掌。个十百千万，2万！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定的8点半闹钟，怎么9点半才响？完了，比赛要迟到了！米粒，冉冉，我也知道你今天太老了，你下次见嫩点。 我着急，有事先走了。现在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颁奖。怎么样？没水桶吧？ 不错，第一名固然让人敬佩，但永不言弃的最后一名也很令人尊敬。谢谢，但是这个手套我不能要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快推开！快团了！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哎，你好，这是沈梦先生的行李。啊？喂，沈墨，你行李怎么？你到北京了？我在雪场了，一会儿去找你。 哎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好去接你啊！家干净的很，特别干净，特别干净，你放心吧啊！米粒，老实交代，什么时候背着我找了男人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还装！这手套可是男款。 但是我今天比赛的时候摔倒了，手套丢了。有个好心人看我手擦伤，就把手套给我了。你当我3岁小孩呢？哪个小哥哥这么好心，一言不合就送陌生人这么贵的手套？一双好几千呢。好几千？会不会是假的？绝对正品。我要知道这手套这么贵，打死我也不能要。真的是陌生人。既然是陌生人。 那就没法物归原主了，不如我们把它放网上卖了，交房租。哎，不行，就不给，够了，把手套给我。哎，狐狸默默，你该洗澡了。啊，刚刚健身来着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每次来都跟一个酒店经理检查卫生似的。知道我有鼻炎的，必须保持时刻的干净。是，沈大公子千里迢迢从英国赶来，屈尊降贵来到本寒舍，必须伺候的跟5星级酒店一个标准，每日保洁、入户打扫，不让一粒灰尘，切记。啊！意外。没想到你这样一个邋遢的人，还能做这么一手好菜。喝你的吧。哎，不是我愿意说你啊，你在英国工作也不顺心，干嘛不早回来？不想回来。 国外还能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，回来以后，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。大学毕业了以后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了，不只是你，咱宿舍那俩哥们儿也一样，唯独我。你这就有点朱门酒肉臭啊！你完全不知道我们这帮创业者的艰辛。我要是有你这样的爸妈，哎，对啊，我说你真不打算回去看看叔叔？ 这3年来，你每年都按时回来给安琪扫墓，就是不回家住。你跟叔叔都形同陌路了，你说一家人何必呢？等你在公司立住脚，你再去考虑你自己的事儿。我要做我自己的路。什么路啊？啊，滑雪，那就是个爱好，它能养活你一辈子。我从小到大每一步都是替你的安排，结果呢？因为一场破选举，我失去了我自己的一切。 你站住！你要胡闹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，这都过去多久了？你疗伤也好，你悲痛也罢，总得要有个度啊！你再怎么样，他回不来了，你不能因为他毁了你一辈子。我们两个在同一辆车里，安琪回不来了，你就当我也死了。 回去干嘛？他们永远认为自己是对的，我是错的，仿佛全天下只有听他们的安排，才能安稳的赚钱生活。可钱能买来快乐吗？你不缺钱，当然不知道我们这些程序员的疾苦和对金钱的渴望。哎，你吃饱了？不吃睡觉早时差。然然，你说我最近怎么这么背呀？每次都跟高薪工作完美错过。 我就连玩个游戏都能把落地成盒，你说我是不是水逆呀？哎，你快帮我看看，这个灰色的好看还是粉色的好看？粉的，那我选灰的。哎，还有这个，蓝的好看还是驼色好看？肯定驼色呀，选灰蓝的。哎，对了，你要是找不到工作，可别指望我给你垫房租啊。放心。 你月光美少女的伤我连快递小哥都知道。来北京，从一无所有到负债累累，我那叫给自己投资。这电脑怎么死机了？我报告，叫吴俊杰。哎，来了。怎么了？ 请开始你的表演。那你得等一会儿啊，吃个水果。黄浩哥，幸亏你是电脑高手，里边好多重要的东西呢。嗯。你等我一下啊，这个你拿着用吧。你的电脑的硬盘不行了，再继续用下去的话还会死机。我现在把你的重要文件先导一下。啊，不行，你平时已经很照顾我了，这个电脑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你别跟我客气，这电脑呢，你平时上网、玩玩游戏、做文件，应该都没什么问题。大家都是邻居嘛，相互帮助是应该的。邻居也不能白拿你东西啊。你要是不用啊。 它也是放在柜子上接土，啊，拿着吧。谢谢洪浩哥，别跟我客气点。你家今天好整洁呀。难道以前很脏吗？也不是，只是你这么帅气，家里面。啊。这不，你太忙了，顾不上打扫，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我。好好好。这个电话。喂，学长，不行啊，我明天有个很重要的会。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明天有空吗？能不能帮我去学长送个电脑，顺便请你滑雪？学长。 去，白捡的一定去啊！喂，这样啊，我明天叫我朋友帮我去送电脑。行，那我就让他放到酒店前台。OK， 拜拜。嗯。您好，麻烦帮我把这个电脑交给今天入住的沈墨先生。如果有问题，这是我的电话。好的，谢谢。客气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想要一间高级套房。哪儿见过啊？没见过。你摸够了没有？啊，对不起。哎，手套男。 不错呀，还行吧。在哪儿学的呀？自学的。你单板练了几年了？3年。有没有兴趣来我们雪场当教练？工资高吗？教练都是按课时提成，基本工资都不高。不过你要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跟你签正式合同，怎么样？有兴趣。那待会儿换完衣服到前面那个大楼找我，在302。 服务员。哎，您好，先生，什么事儿？麻烦帮我催下我的菜，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。人多您见谅。这也叫人多？对呀，平常也就今天的一半。这菜您先吃着，剩下的一会儿到。你这句话10分钟之前跟我说过一模一样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您先吃着吧。 哎，兰兰，是我，我已经到青山雪场了，麻烦你有空就过来吧。如果签正式合同，你就不光是教练，在合理的工作时间内，需要在其他岗位帮忙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想好了，别人休息的时候你得工作。赚钱多快乐，看着账户里的钱一点点变多，就是我的梦想。那行，要是没有问题，就把合同签了。嗯，好。 喂，什么？滑雪行业这么兴盛的时候，都能被他们经营成这个样子，可见管理是有多混乱。与其留着也是个累赘，不如尽早出手吧。那这样吧，签了合同之后，我让公司来做详细的评估。行，价格方面你帮我谈吧，只要有人愿意收，便宜点无所谓。那雪场员工怎么安排啊？人家愿意接受就接收，不愿意也没办法。 好好一个雪场被经营成这个样子，留着也没什么用。不可以！青川雪场是大家的心血，怎么能说的跟甩卖地摊货一样？您是哪位啊？雪场经理孙远博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。这就是你口中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吗？嗯。把雪场经营成这个样子，有人愿意收就不错了，哪来的自己和人谈条件？没错，你是经理，但是这个雪场是我的。 我有权处置雪场的一切。在长期缺少资金的情况下，能有目前的状况已经很不易了，更何况这个月的工资，公司一直拖欠员工没有发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没有一个人离开，大家恪尽职守。你现在要把公司卖掉，不打算给大家一个交代吗？拖欠的工资我会尽快发放，但我是老板。 我做的决定，没有人能够指手画脚。手套男居然是我老板。希望你考虑一下员工的感受，孙经理，管好你自己的事情。麻烦你不要带着人在工作期间这么溜达来溜达去的，好不好？注意一下你的情绪跟态度，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。孙经理，怎么了？愁眉不展的。刚才那些都是什么人啊？评估公司的。老板准备把雪场卖了。卖了？那我们怎么办啊？ 还能留下吗？现在还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这个沈总是怎么想的。工作期间干这种事儿，闹得大家人心惶惶的。会不会是想等到雪季之后再出售啊？我觉得沈总不像是那种不顾员工死活的人。你确定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？他就是看起来挺狠的，其实人挺好的。我之前比赛把手套摔掉了，他看我手受伤，还把自己的高级手套给我了。哦，对了。 我手套还没还给他呢，要不要我借着还手套帮大家打探一下？估计你也是白费力气。沈总，我是新来的教练，我叫米粒。有事吗？我是来还你手套的。手套？这个手套我不要了。 你要是喜欢的话，自己留着吧。不行，我问过了，这手套可贵了，我不能要。别人用过的东西，我不会再用。要是不喜欢，扔掉就好。扔掉？这么好的手套太可惜了。我送去外面清洗过了，放心，很干净的。我说过的话不想重复第二遍。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哎，沈总，我听说咱们雪场要出售是吗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听说的。听谁说的？不重要。我是觉得您现在出售雪场，不免让员工担心以后的生计问题，大家提心吊胆的，也不利于工作。那我们雪场……米教练，你是青山雪场的教练，顾好你自己教练的工作就好了。我是想以员工的态度跟您讨论一下。我是雪场老板。 雪场如何处置，我说了算，轮不到我的员工挨个到我面前指手画脚。是精神分裂还是脑子被门挤啊？什么情况？有钱了不起啊？扔就扔。齁贵，扔的太可惜了。你主人不珍惜你，我珍惜。 一定帮你卖个好价钱。收购价，买方要求压低一半。一半？嗯。那之前那两家公司呢？都说在考虑，可是也没有回复。沈总有什么指示？通知雪厂的每一位员工，雪厂月底停业。停业？反正现在雪厂也不挣钱，与其每天花钱造雪，倒不如早点停业，减少损失。 雪厂对你来说，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既然如此，当初何必把它买下来？当初并不是我决定买下来的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是老板，这个雪厂卖不卖，只有我说了算。如果你要是有钱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买下来，我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员工折扣价。哎，米粒，回来了。嗯。怎么，学上工作不顺心？别提了，失业来的比工资还快。出什么事了？我们老板学雪厂亏钱亏得厉害，要停业，所以到月底我就又成无业游民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 你是工作不如意借机发泄，还是嫌我脏啊？哑巴了，居然没还嘴！哎，你别擦了，别擦了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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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那儿。哎，吃点好吃的，愉悦一下心情。来，别提了，失业来的比工资还快。他们是贝壳样子的珍珠、蓝羽毛，它是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衣服。谢谢老板，火箭5个。 方红浩，方总，火箭送的少了一点，多送点才显得你爱我呀。我今天有个正经事儿跟你聊一下，说吧。我有个朋友啊，想进优途工作，就这事儿啊，那你跟老白说就行了。 他对你那么好，人家白叔是对我客气，我还真能没了分寸。你就看看你那部门有什么合适的职位，那能力肯定没问题。我只收女的，就是女的，女的。哎，你从小到大你就没求过我，你第一次求我因为一个女的，你长什么样？快给我看看呀！我跟你说，别给我看整容的或者修过的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 人家就是我邻居，我就是觉得一个小姑娘在北京挺不容易的，想帮帮忙而已，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女邻居，小姑娘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日久生情。哎，会不会过不了多久我就多一嫂子呀？我劝你啊，要别提。我懒得跟你掰扯了，那你说说吧，事成了怎么报答我？ 我会发自内心的感谢你。不必了，帮我约沈墨，我要见他。哎呀，突然发现这工作好多呀，哎，自己联系啊。哎，有意思哎，方浩。 你说你办公室养的乌龟都是公的，你能不担心吗？乌龟你都能分出公母？哟，这是什么新奇玩意儿啊！小度，小度，拍一张。哎，这个有意思哎。白安慧，我这今天很忙，来，我把这个送给你。等我忙完了，我考虑一下联系沈墨的事儿，可不可以？行不行？我送给你了啊。 好，这边。哎呀呀呀！我包忘了，我包没拿，包忘了。方浩，你刚才是不是没保存啊？我方浩，帮我约沈墨，否则我……哎，别，姑奶奶，咱们有话好好商量。我这可是1万多行的代码。1万多行代码。 哦，太可惜了！你们马上就……别，姑奶奶，不是我不愿意帮你，这人家沈墨不愿意借你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是不是？宋少，是朋友就得帮我，从小到大没有我想要得不到。你也知道，要是我不顺心，你才叫真的为难。嗯，快点。 喂，沈墨，今晚吃个饭呗？我今晚不行，改天吧。哎，好嘞。你也听到了，没时间。那你约好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。放心吧，你的事儿肯定给你办好了。不像你干个事儿扭扭捏捏，还说没什么，为了一个女邻居，连自己好朋友都出卖。 走了。